曾国藩官至直隶总督，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义勇侯，谥号文正，追赐太子太傅。李鸿章官至直隶总督，文华殿大学士，封一等肃义伯，谥号文忠，追赐太子太傅。左宗棠官至两江总督，东阁大学士，封二等克敬侯，谥号文襄，追赐太子太傅。张之洞官至两江总督，体仁阁大学士，没有封爵，谥号文襄，追赐太子太保。按照官职大小排名的话，就是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张之洞、左宗棠；按照爵位排名的话，就是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张之洞；按照死后加封的荣誉排名的话，就是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。